从主播吃美食。今天我们来吃红烧肉，刚炖出来的好香啊。先从粉条下手吧。这肉真的太优秀了。完全不腻。已经炖得很烂糊了。我们今天在家来吃一个特辣的麻辣冒菜，然后再搞了一个冰淇淋，然后再搞了一个面包加冰淇淋。我们开始吧，各个吃冒菜不吃泡面，怎么白吃啊？这好大，我感觉这长大了是不是？咱们去年吃的好大。我太喜欢吃毛菜了呀，太香了。还有就是说，虽然特殊时期吧，对吧？但是该吃吃，该喝喝，也不要忘了对自己好一点。哎，太香了！哎，今天我们吃串串，还有红烧肉。炖得稀巴烂。